嗨，我是 Peggy， 欢迎收看《街头华语》。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们总是想要更进一步的认识对方，了解一下对方的背景、工作或者兴趣等等。最令人担心的是问到不该问的问题，或是突然不知道要说什么，让气氛很尴尬。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。第一次约会该问哪些问题？可以问一下你的兴趣是什么啊？然后你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啊？然后喜欢怎么样的休闲活动啊？然后 free time 在做些什么事情？比较轻松的，像什么兴趣或是喜欢干嘛什么的。可以问对方的兴趣跟他的兴趣很重要，因为你们要合得来才能继续交往下去。对方的兴趣还有嗜好，问他的兴趣嗜好之类，或是他喜欢吃什么，这样之后可以带他去喜欢的兴趣啊、嗜好啊那些的。想说之后去哪里玩啊，就可以带他去他想去的那个方向。喜欢去哪些国家玩？可以问兴趣，或者是可能工作啊之类的。兴趣吧，价值观，轻松的，比如说喜欢吃什么啊，对，平常都在做什么，有什么兴趣之类的，对，然后可以了解一下个性，对，个性之类的，对。我觉得你可以问一些可能基本的个人状态啦，可能感情观啊、世界观、价值观之类的。应该问一下对方现在的状态，是不是想要认真的交往吧？还是在那种就只是玩玩，然后到处看看的阶段？可以问的问题是，你喜欢什么啊？然后兴趣应该是 OK 的，工作应该也是 OK， 但钱不能问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觉得可以再可以问的问题？就觉得喜好吧，食物的喜好，然后食物对，电影的爱好，音乐的爱好，喜欢运动，对，喜欢家庭可以问。我觉得 family 一定是可以问的。看人。我是觉得我都不会 care， 对，我觉得什么都可以问啊。想问什么就问什么。对啊。那哪些问题不该问？不该问有没有想结婚啊，有没有想有小孩这种太严肃的问题吧。很严肃的啊，什么要不要结，就是你觉得结婚啊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要不要要几个小孩啊。不该问收入吧，因为可能就是问这个问题会让人家觉得你有一点势力或是没有礼貌，可以收一点再问。比如说收入啊那种比较就私人一点的问题。第一次约会应该不能问一些收入啊，或是家庭对你的期待啊，或是太多家族历史的包袱。比如说我妈妈期待你是一个怎么样的媳妇啊，这种事情就不应该问。那不能问的，能问他说你有交过几个男朋友吧之类的。对，你有被问过这种问题吗？你有交过几个女朋友？我目前是还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啦。对，不该问关于前任，关于前任的问题，交过几个男女朋友之类的，就是比较沉重，像什么你前几任经验之类的。钱赚多少钱千万不要问，然后前女友、前男友也不要问，因为你会很伤心。前老公、前妻也不要问，除非他愿意讲。好，还有什么？单身吗？不要问。今晚有空吗？不要问。不该问哦，我也是问什么我就回答什么，我觉得没有什么秘密啊。
对，没有让你很觉得很尴尬的问题吗？很尴尬的问题是觉得没有哎，对啊，体重也是觉得没有礼貌，太隐私的问题，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。第一次不应该问就是太私密的问题，就像是什么跟家人之间啊那些事情不应该问。那请问你目前认识异性的管道有哪些？对吧 ？Pop 上上咖啡厅啊，去去图书馆啊，怎么可能嘛？对吧？就是你可能工作上吧，或者是你在学校一些有共同经验啦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，这样子，对。就是自己本身生活圈会认识，对对对，没错没错。社团或是朋友的朋友，然后一起吃饭这样，就同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，朋友的聚会，同学朋友介绍的吧。嗯，我觉得朋友介绍很不错，因为如果是朋友介绍的话，就会非常的安心，至少是朋友有先帮你筛选过的。就是亲朋好友介绍之类的，或是工作或是学校，就是最好是你要讲之前是用交友软体，我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。OK， 还有交友软体哦， 上网啊也可以哈，朋友介绍朋友的聚会吧，对，不要朋友的聚会，对，比较多。可能就是你说去夜店玩认识，还好啦，做朋友不会择偶，应该不会。Supermarket 啊，飞机上可以认识。当然啦、啊，旁边的如果也是单身的话，或者去玩的时候，一定 travel 的时候，一定可以了。说也旅游的艳遇吗？对啊，旅游的艳遇 OK 哦，很多啊。我觉得我会比较偏向健身房跟超市吧。超市，这好像非常的 old fashion。怎么说？不晓得，我感觉会做饭的男人很性感啊！对。大学生的话就是上课，或者是有些人会用交友软体，就很多管道。交友软体吧，现在交友软体还蛮方便的。嗯，其实听说蛮多人都用那种 APP， 但是我是没有用过啊。但管道可能就是。就是只能是学校认识，然后 FB 啊 Instagram 那些的，就社交软体吧， Instagram Facebook 就差不多这些而已啊。对啊，网络上啊，可能也有可能是玩游戏会认识，或者是可能学校也会。